格斗视频千千万，精挑细选往这看啊。名震江湖的这个多段蓝之山，这一次我们来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哈。这场比赛呢是来自这个晴空对二虎的比赛哈，然后这个赞助呢也是有1000块哈。其实对于这个晴空对二虎这两个人竟然会打起来哈，打赞助我是觉得有一些奇怪的，因为之前看他们发的一些这个微信的截图对话哈，好像这两个人是有仇啊，可能这个乒乓组是觉得二虎啊这个打法上面有一些嫌疑是吧，然后他们还骂过哈，我在这个微信看过他们的这个截图聊天啊。我们先看吧这一局啊，先把这个个人的恩怨给抛到一边，来看这个精彩的对决啊。再 A 摸一下江沙啊，下地转球非常快，基地转球好，刚基地转球没有，哇太远了哈，可以下地再转球不要跳了哈，但这个位卡的死死的，他这个下地的话你只能发波，或者说看看啊用这个葵花能否破解，你如果跳的话绝对完蛋，因为下地转球啊一般来说这种在高手面前都是基础操作了。好 AB 相杀能量闪刚好到身后，没有把第一时间抓啊，防住之后再抓，好虚晃一个再 A 摸啊，好抓防住，毕竟有气啊，不怕对手关厕所啊，漂亮能量闪在身后打一个战地再摇了，这一下轮到帮主来领个转球了，哎没有，就晃一下一个战地啊，再来一个抓抛弃领个转球四五，继续转继续转啊，下逼再转，哇神技啊神技啊，手速太快了哈、啊、帮主年纪也大了呀哈、啊、这个手速确实可以的。不是单身也可以转出这样的手速啊，三个线这个四段蓝之山会不会出现啊，你再看一下，好能闪抓一个天地板正后跳级，好可以一个战逼之后办一个延迟抓的指令，好这下有点疼，有一点疼，再砸一下，哇二虎飞波不过去了，现在啊不过去了，先拉后再说，直接霸王回家啊，冷不丁来一个踹被踹倒在地了，好拖上浮等来了一个拖上浮地雷阵落地丁蓝之山，可以啊这个蓝之山确实出得很稳的、啊、很准的、啊、这个时机打得很好，好战地战气来了吗，四段蓝之山呢老 K 附体二三四，四段蓝之山非常帅气啊，最后呢是帮主拿下了这场比赛，好的啊大家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羞羞不会走丢。